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谢谢 Lenny 1989。就对呀、啊，是脚本啊！我抽的一块钱呢，啊，一块钱送六块钱，我们还赚几毛呢，亏死了。啊，走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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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高！啊，炸！谢谢遗忘的流年，我是想偷蓝的，但是他们给我堵住了。谢谢夜幕月光海，谢谢红领巾，最后一个瞎子，我死了再吃吧。我炸！我炸！哎，你一下！见识下我的力！我炸！谢谢兔酷52。平给你，会被推翻的。炸！炸！这黑暗收割到现在都没攒出来一个。怎么的？你是身边有人啊，还是咋的呀？炸！一闪！那寡妇搁上路跟那螳螂干架呢，你以为我看不见是吧？你是不是当我是瞎的？压了，稀碎呀！谢谢杨小生的办卡，还剩六分钟啊、哦！有23个兄弟参与了我们的抽奖。魔法的秘密只属于我一个人。传一下子，你干啥呢？跟谁打呢？跟我打呢？来吃我一招，来走呗，我就喜欢你这走呗，使劲走。幼稚的蠢货，让你走呗。我看到，谢谢小号。回家了。夜了，开个空调吧。冰女这波应该去了。
我们往那边走一走啊。到底是真歪蓝天汉，尿歪了，我炸，还有三分钟开奖啊。收割给谁出的呀？不给你出的呀，小寡妇。谢谢小迷弟。血肉之躯多么脆弱呀！吃个塔皮，我们就回家了。这是要无敌呀、啊！谢谢小鱼嘟嘟波。这把别的不说，我们家这个螳螂啊，魏武啊，真的是做足了用心。他把这个寡妇一直压制在他们家野区，没出来过。出来了两趟，但是没啥意义了，已经。寡妇的等级太低。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！大家来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我永恒不灭。获奖感言，不是获奖感言，平里走呗，就你会走呗。我炸！往哪走？就是这样亲爱的。真悲呀、啊！炸！哎呀，我要吐了！怎么这么难尿啊？这英雄啊！世界遗忘了。打打打打打！杀波比完了，怎么来了个波比？哪来的波比？现在我们的大招还没中过呢。谢谢狗不请自来，感谢神鱼，还剩26秒啊，最后26秒了。我这波一定得炸他一下，这都没打到。我的实力居然被限制。Well， 小蛤蟆，谢谢小号，我兴奋剂里没有一滴尿。需要放松。到时候干什么
是这是没地方赶开了呀，这是还个二趟好吧，这边还个二趟尿一波。尿死个波比，你喜欢走呗？我遵循着魔力之道，还真就不是那么很好中。寡妇是吧？这我超然于凡尘，平 A 这可以继续推呀、啊。平 A 个金儿没有蓝了，没蓝了，能不能给个蓝？谢谢。哎，瞒着 ，nice。看透我的真实面貌。跪下。我这位置一这挺难呐、啊、一中波比炸再炸，这小波比是疯了是吧？那寡妇可能马上要过来掏我们啊，就站在围巾旁边没事儿。忙炸回家了，我们也得回家。为啥这塔姆到现在都没来过一趟呢？没见过这人呢。哎，那瞒着搁下路都待这老长时间了，塔才拆掉吗？吃个虾吧。这都没炸死，魔法，我来给你展示一下真正的魔法。还行，也算是复仇了一波，可以接受。小波比。我炸你是不行了，我一看小波比，我就站在围巾旁边，我看谁敢来、啊、
动。哎呀哎呀，这为啥就必须就得杀我呀？炸炸了，来是彩霞呀，你干啥去了？我们不要站在一个泰坦能勾着的地方啊！这泰坦跟我在这装。老波儿逼！哎，救救！打死他！漂亮！三千美甲窃魂券，传送一下。没东西能传吗？连个眼儿都没有吗？传哪去了？救救救救！我炸！我炸！我再炸！瓦夫上哪去了？给我出来！站队友旁边啊，这寡妇出来咱就一头。兜兜兜兜，宝顶炸，一打破六中。八层美甲窃魂券了，简直是逆天的。我来，往后点啊，这容易引起激愤了。刷伤害是吧？我拿 LVP 呀、啊，这维恩1109，我136，完了，那肯定是他的。给大家结个账。